小丁子，过来。哎，好。我也要加入了。他是那对情侣里面的多余的人。说说你为啥那么懂事儿？可能南方人啊，相对他们。 我们北方人都是七岁咔嚓呀，嗯，北方人七岁咔嚓，就是性格，啊，可能是从小，嗯，不是爸妈照顾的吧，因为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是爸妈都在远方，嗯，我小时候是老师照顾长大，然后被爸妈接到城市里，但是由于在城市里我又加入了公司，然后就经常脱离父母，所以一个人照顾自己，独立比较，嗯，所以他就。 我发现了你的独立在于思想，我的独立在于体能。这个精彩，哎，这精彩！哎呀，姐高兴了，那姐高兴了。哎呀，天哪！原来韩东旭聊了这么久，姐都不高兴，小丁一来就高兴了。